谁？为什么要制作两组嘞？我也不知道，弄着弄着就越来越多组。没关系啊。对啊，无所谓哈。不开龙哥，一波带走。啊！海岛是 block。我已经开机脚了、欸，手机要变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这个不做大哥很多年的平民百姓啊、哦，基本上讲这个梗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为了避免这个我们之后的观众没有听到，所以我可以再重复一次啊、哦。旁边流星珠或者中间流星珠都可以，就让它消消掉哈、哦，因为它会。僵，看到他们僵，奇怪了，我刚不是开机脚吗？背力怎么不够嘞？你先看一下队伍属性哪个属性，然后在他拉他一半之前多出那个属性的背力。对，没错，对，这就是偷懒的结果。我想说稳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想说稳过了。基本上在第七关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木珠、暗珠。光珠、水珠，哦，简单来讲就是不要做火珠。啊，我已经不晓得我有什么珠了。哦，这一关的话就是快速带过了，林老师。刚刚 R 7边打边流出，听消拳版会好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没错啦。我没有想到他倍率比我想象中来的弱啊。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哦，这是一个悲惨的测试。对啊，所以不要太自私，说什么消的版，最好是能够消整版的哈。哦，相信这个观众哈，就是新来的观众，什么声音很大声哦，好，小声一点，那 OK 啊。我自己配音有没有？我要配别的，我跟你讲，配别的怕有人听不懂啊。自己配音有没有？太高了，跟不上去，没听过哈。其实那也是《仙剑》的主题曲哦。那只是对，那可能是在长安城的时候的音乐，美好的声音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是不是？我知道啊。哦，今天不错。好，我不知道，可以去。对啊，他的年纪也应该，对吧、啊？就是跟大叔差不多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跟我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也蛮怪的。啊，好，但我没说过啊。哦，它是一个回忆。哦，回忆过去。忘不得，句句忘不了。为何你还爱拨弄我心跳？对，啊，这是给你缺光，缺那个心珠哎。哦啊，百姓其实在玩的时候会有个习惯，就是做一些奇怪的测试。因为我试过你才知道你那个对怎么样踩过我的尸体啊。好、哦，就是知道怎么样的动作是不能做的了、哦、像刚才那边的，刚才那一关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先绿一下珠了，然后尽量做全板。哦、其实刚做全板一定过了，一定过了，因为是残血、哦。就算没做全板，攻击珠稍微调整一下，还是会过哦。哦，所以刚没这样开，看起来是没开错。Over my day bar， 对，没错。嗯，唱小苹果，小苹果怎么唱？有人知道怎么唱吗？什么东西怎么唱？小苹果啊。
观众点歌小苹果。我不会唱歌的歌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会唱。这观众抱歉。黑 Apple。啊？什么黑 Apple？ 黑 Apple。黑 Apple 是什么 ？Apple 苹果 Apple。哦 Apple。黑 Apple。你刚刚是在唱歌吗？没有啊，那不是唱歌啊。哦，不是在唱歌。卡通名字叫什么了？都是一个橘子，一个什么东西忘记了。Hey Apple， Hey Apple 是另外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吗？是一首歌哦。不知道哎，有观众打出来。哦，是一首歌，这么神奇。Hey Apple 是这个吗？真的欧贝篮球。对啊。不是我乱唱，硬把它塞进去了。塞进去。所以刚刚林月你那样做就对了。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会唱小苹果，对，你要假装说不会唱，这样观众就不会让你唱。我真的没有什么会。对，就是啊，要坚持下去。对，就像我一样，啊，就算会唱，我也是打死我就说我不会唱，有没有？我绝对不会说什么你是我的什么什么苹果，我绝对不会，对，绝对不会，好吧？好。你想听 play 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是那个。我在猜是那个谁啊，法拉利，是不是？好像有印象。是那个帮柯南发明那个小道具人吗？不是、欸，他这样应该是那个法拉利姐的，应该是。法拉利。是吗 ？Andy Ken Nice， 哎、欸，不叫 Ken Nice。这边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刚刚各位所说的这个是。我们要做一个全版销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盗版，有没有？艾德一吸龙科开下去，一吸漂亮，我喜欢。啊，对了，第七关电音绿木汉汉，看我破两万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一万七。一万七，好，一万七而已。欧啦欧啦 ，K， 四百千万，六百多万。求开关。我怎么觉得会有一个乐极生悲的感觉、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不祥的预兆、欸。这遇到通常都是真的吗？还是假的？对啊，觉得，太嚣张的人，对，就是，对啊。高中肯定没有落魄的久。该不会等下那一波爆发？对。感觉有点不妙。第七关我建议就是绿暗珠啊，暗绿珠啊，这两组珠主要，啊光水珠就那个比较不用那么多。啊，你说一吸吗？我说第七关的时候。哦，第七关，对啊，就是。暗的嘛，然后木暗为主，因为木的话有特殊，会也会打比较通啊。啊，你、欸、暗的有一个比较多只吗？没有，我会暗是第一个，然后再来木，然后再来光。暗木，哎、欸，我看哪个攻击大？暗木光水吧，暗木水光水光水光，暗木水光火，火尽量绿掉，火就能绿掉，把它绿光光，基本上是没问题的。金、啊、也是全部绿掉，啊，这样是。金珠和火珠都绿掉，星火都绿掉，嗯，对，星火绿掉，然后记得知道强化珠，对，不错，记得要一个五元，至少一个，嗯，要怎样？如果你要保险，就是两个以上，要，你再讲一次，你如果怕天降会把强化珠消掉，就是两组五年以上，哦，两个五元啊，哦，那个没办法，哦、那天降还是消得到，我就投降了，真的，你两个五元几率36%。比起一个六分之一的几率小了很多了。好，刚好，这就是刚刚那一波嘛哈。我们看看一下威力如何。现在是火比较多，暗不是很多哈。我来试一下哈。好，所以各位可以在前面关卡就试一下威力了，好不好？李逍遥240万，如果一波带着走，基本上另外一关也不是什么问题。
讲科，不要这样嘛，啊，不要这样嘛，来个星座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要搞死我哎、欸！我操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折中的方式哦，怎么折？我折一次给你看。大圣，踢脚，李逍遥要开是没错，但是。哎，死啊！我死啊！我死啊！跟各位报告，百姓可能要悲剧了。才刚说完乐极生悲，马上发生，怎么办呢？有解吗？来吧，不要思考太多了。升天将，漂亮啊！勉勉强强救人，看，这时候控制天将是很困难的，控阿里面要么流线。第一个首要先把自己血补满吧。你现在有攻击多少？哦，15，那比那个多啊。你叫目标从你还在哪一层？我他妈给我 push， 后刚才我做了两次叠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让他要么掉星，要么掉木啊，要么他 KO， 要么我补血、啊，勉勉强强救回来。哦所以各位有些时候要死的时候有没有天将自己要控一下，把几率提升到最高哈。反正你只是做到极限而已，因为我想不到更高的几率。哦，神天将也是可以做的，知道吗 ？OK， 我不是会控制，不是我只会控制几率，但是我不能控制百分之百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百姓会控没错，可是百姓不能控制百分之百，控制百分之百基本上那个神魔之塔就不用赚钱，好吧？就整天让我控就好了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做刚才那个测试哦，看他倍率如何。基本上他克火，所以火柱我尽量消掉。哎，不行哎，火柱也要留哎。嗯。那水火木啊。三组呢？都要三组啊。三组呢？这么你突然打？嗯，我的技能要跳起来吗？还差李逍遥五回合。李逍遥他攻击力就是看你的那个伤害哦，如果有问题可以上 G8 Gen 的那个藏经阁里面去看，贝利已经就写给各位了。然后有一个谜样的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我回去再看看他名字好吧？不行，我等一下就帮他找出来，好吧？谜样的什么？我现在忘记了，等一下提供图片给你的那个大大一样。我百姓这边跟你道个歉哦，对，因为谜样的什么、啊，有人知道吗？我提供图片，对啊，提供图片的、啊，我一定要把他名字找出来，这样不然的叫做太对不起他，不氪金难帮你啊，这样的不氪金难帮你。哎、欸，其实那是我打错字了。其实他是谜样的不氪金男的、啊，嗯，哇，他那个字长得太像这了，我把它看成这了，把人家名字打错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，我这边没给他改，看看在干什么？你都改啊？
什么实况帮人家改的。哦，谜样，谜样的不氪金男，哦，他帮忙帮忙，没有帮忙不是在挂号了，乱挂哎，你平平板也冲啊。哦，谜样的不氪金男哦，协助提供的这个。哎，好，李逍遥出来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新出逍遥做个测试，大概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零什么？零什么？零新出。嗯，好不好？圣打要跟这队一样，没错，圣打可以用这队，你用圣打也可以。基本上我是故意用李逍遥。啊，我个人觉得妲己应该两个都很强，但我觉得是妲己比较强啊，我必须更多讲。妲己会更远。对，妲己要恢复力又高，然后基本上他单一次的倍率会比李逍遥感觉用起来比较稳。好，李逍遥是比较偏将，你又要偏那个短珠的量，你整个量不够，他特别大，所以是差在这里啊。嗯。哦，那短珠时间来讲，李逍遥也是比较短哦，不是那个比较短哦，是秒数比较短。啊去。没天降，我操！有破了，大概100多万了，150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因为底下有240万。嗯，不过我们刚是没一波带走。哎呀！我被讯息锁定了，我应该先把讯息都关掉了。明几打几冥王艾德小叔其他都什么意思啊？色心台，那要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啊，你懂吗？这是艺术，你懂吗？哼，欸，不好意思，百姓这个有原则的，我们基本上是三点不漏，好吧？刚刚那个黑黑的那个是铁石，所以不要误会哦。妲己艾德双子申宫安多大圣，基本上你要记得哦，哦对，刚刚还没讲第二次哦，通关的要诀哦，你要能够两波爆发哦，一波129万，好，130万，一波要130万哦，然后另外一波我的，另外一波462万哦。你要能做两波爆发就可以通关哦，记得哦，口诀再讲一次哦，两波爆发，一波130万，另外一波462万，哦就可以了。是哪一关啊？这一关啊，来，吃一吸，再见，548万三 combo， 有呢，嗯。这时候要绿什么？把木珠绿掉哈，哦，记得哈，哦，新珠留一下没关系，你把它储齐哦。哎，不是吧？把火珠绿掉了，我绿什么木珠啊？我在干什么？还绿错嘞！这时候，哎，好像不能叠珠哦，是可以叠了，只是我要做五颗的就做暗珠吧。如果你是开领教的话，整满教加叠珠，叠珠比较大。对啊，叠不叠其实都 OK 啦，只是主要是要能消越多越好。妲己的话才是叠珠跟那个，因为他一点九倍基本上跟你叠珠和小整满基本上差不多，啊，可是底下2.4倍那个就差不多。妲己不能叠啊？妲己可以啊，那个一点九倍跟叠珠威力其实差不多。我之前吃过，啊，你说差不多，不是，我是讲我的意思是啊，是指说，不是手消倍率会降一点，啊，你是说不会差很多？你就是1.9倍的，如果整版消1.9啊，整版消1.9是吧？对吧？啊，基本上你叠出跟那个1.9倍比起来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哦，你说有叠然后掉下来之类的啦，对不对？你接触之后，那个天降和麒麟基本上就补足1.9，那个1.9倍基本上还是补足的了。嗯哼。可是2.4倍基本上是补足了。接触
连珠那个位置比较大的位置的。嗯。所以你需要我比较建议用整满，他妲己你要叠珠或整满消失。嗯，这样看你啊。不对吧？嘿，李逍遥是可叠，可叠可不叠吧？啊，叠的话一定是，我觉得二点四倍那个威力，因为他没有，因为他不像妲己 combo 越高，越高那个威力差很多啊。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指说叠珠消整版。哦，好吧，我把我刚那句话吞回去。叠珠消整版可以的，不是不行的，但是我必须要有个赵灵儿。哎，对，师波应该知道了，因为师波有帮忙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叠法，可是没有赵灵儿，现在没办法玩。消越多是队长技，最高多少？没有最高，无上限。李逍遥是无上限吗？你能消到一百 combo 就他倍率就一直加上去，只是后面加的幅度只有0.01，就是越来越小，每一颗只有零，越来越小。我左边那几颗我就先把它留着了哈，就留5颗这样就好了。基本上右边就拿来攻击就好了。哦，用右边的四直牌做出一个攻击哦，各位可以试试看哦，看自己的手速还有技术如何。哦，基本上这样还可以，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控住你的威力哦。换个方式好了，我想要消这样的。因为5颗不好切，啊，看你5颗不好切，所以我决定换颗数哦，换6颗。哦，观众可以试着跟百姓用一样叠法哦，6颗。嗯，他在破坏我的叠珠哎。哦啊，赵灵儿基本上攻击比较弱哦，所以我们还算蛮好绿出攻击出的哦。黑帝狮子没放头，嗯，所以你应该没有去看我们那个 G8 藏经阁里面写的那个李逍遥的背力哦，基本上完胜，好不好？完胜，完全胜利，完胜这个黑帝，那个不是黑帝狮，哎，对，黑帝狮啊，李逍遥完胜黑帝狮啊。那如果你就一两 combo 就没话说了，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你的 combo 数。血量好像很多了，好，那关于贝利的部分，这个感谢斯波升血哦，斯波咪 Yuki， 不知道没念错，好，念错就算了。反正斯波现在不能讲话，他也没办法辩驳啊。好，感谢他帮忙这个做这个测试，花了蛮多时间哦。哦，对，所以千万不要磨灭他所付出的努力啊，了解啊。当然，我不是在说你，好吧？你知道我在说谁？好，这个对了，大家都是喜欢分享一些东西，反正他应该不会来看的，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对。记得一般的血量哦，各位抓一下哈。哦，火珠消一下。会不会点一个断情珠？没有断，没断。哦，按珠多一点，按珠多一点，按珠多一点哦。你在那攻你，按珠多一点。
其他柱还 OK 了，我觉得这个火柱少一点。哦，为了妥妥的通关，我决定我还是消到刚好一半的血来。啊，那如果我这样消害怕神天降，我只能说太强了，真是太强了。但消到我的暗珠啊，神天降，太可怕了，这是什么鬼天降 ？No！ 哦耶！有必要这么刺激吗？啊，赵灵儿。想当初我带着你去打那个啊，乾坤一直也丢了不少钱在你身上啊，听得懂应该知道我讲什么，要用钱丢脑袋。好了，我决定不要赌那个危险性的天降，我们就来一波带走，好不好？大圣嘛哈，鸡脚嘛哈，李逍遥嘛哈，嗯。你那个熊没有整板，差一颗，没办法，差一颗，来吧，去，哦呼呼，哦呼呼，哦呼，笑我的状态，你那个熊，刺我一吸呀、啊！龙克给开落去，靠破两万分。诶、欸，我来丢啥？八千分。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。安娜，我半家你无啦，跟我订高机，我一起落去 KO 啊！你讲，